欢迎来到阿姆斯特丹，这里赛道风格多变，花田路段重视漂移技巧，而迷你路段需要频繁处理组合弯，也可以在环道路线尽情体验花田风光。欢迎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，一条正椭圆的赛道是它的灵魂，可以让车手全速冲刺。冲刺之后的第十三弯也被称作死亡之弯，享受速度与激情吧。时间都慢了，车速破表，加油冲呀！到让时间都嫉妒的速度，
保持这个速度，我们会超过他的。我们要一直保持这个优势。辅助线是你进入弯道的最佳选择，跟着我。
别走弯。